佳慧传媒的练习生预言，好酷啊、哦！我觉得他表情好像我的高中班主任。你心情不太好？没有，我心情特别的开心。瞬间开心起来。而且他刚刚一进来，感觉超严肃的，很像来公司就是要 interview， 有点杀气。你们公司是《战狼二》的出品方哎，那你有没有演什么戏？我有演过三部电影，特种兵归来一，特种兵归来二，特种兵归来三。你看过一个表情包叫瞬间这样啊，瞬间这样就是这种，就是这种。对， OK， 欢迎你，请自由入座。谢谢老师。瞬间又瘦了，瞬间又变成啊、哦、我得离你们近一点。你怎么僵住了？I'm sorry。贴我脑门上，哇，得了 A， 我就贴脑门上。好，叫起来。恭喜你成为了 A 班的一员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指导。哎，我不是说我立了 flag 要贴在脑门上吗？那我会不会脱妆啊？真贴啊，真贴啊！我真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预言，我是预言。自己立的 flag， 哭着也要完成。啊！冲啊！啊！有病 ！K O。不想失手，我在理啊！不过是我在理。没得失手，我也想。我跟你讲，好好好，很大。不是，你刚刚那会儿，你刚刚一点姿势都没有。我不是，你刚刚他们说你力气很大，你刚刚有点，你使劲，你知道吧？Round two, ready, go.